大英子来了，我的亲妹妹哦，今天要跟到我的妈妈，我们到山上去，大家想不想跟她去呢？走，跟到我们一起上山，三个人一起上山，感觉美美的。我喜欢热闹，朋友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热闹？怎么样嘛？好看不嘛？走走走，待会儿太阳都出来了，我不催你们，你们还要欣赏花儿。这下我的妈开心了，哎，两个女儿都陪着你，哪种高兴嘛？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嗨，你还想吃玉米？哎，我们给你种起，你就想吃哟。好，待会儿来姐姐弄给你吃。谁家你是我的亲妹了。清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的，看着蝴蝶闻花香，心情风景美美的。你在远处看着我，笑容美美的。妈妈，现在青蛙是不是起了好大？哎呀，天下父母心呐，你让网友们羡慕啊。这是啥子寓意嘛？哦，就是鱼是这个。我相信他肯定是长了虫，这是科学的解释。青苔长起了，我的妹妹回农村来，好好的体验哈，带着火炉不容易，种西瓜也不容易。妹妹做啥子事情是不是比较温柔？看得出来吗？好温柔的性格。在这一下我站一下，你稍稍光吸进去，给他呼吸一下去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热？可爱的感觉。来，我给你看。开的时候等你来找我。哎，火炉里干完了，现在呢下起了小雨。妹妹今天心情好不开不开心了？心情啊，看到很多大西瓜，花也点完了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到我妹妹开不开心？开心的话给我留个言，点个关注哈，拜拜。